今天家里请客，姨他们要来家里玩，来拜年。现在好像到了，出去看一下。磊了，姨儿，姨夫。哎呀，就才还把大父母。我姨和我妈在这儿炒菜。哎呀，你两个一块儿啊？哎呀，来，看他几个接力。菜齐了，14个菜。你上里面喝粥。好嘞。新年快乐，嘿嘿。嗯，挺好哈。嗯，小酥肉。你天也吃，也买买榴莲啊？你看。多呀，对呀。你天也吃。反正我自己也吃嘞。哎呀！一道菜就是拌大白菜了，凉拌大白菜，现在的最爱。这白菜挺辣的哈。大上了。是吗？嗯。白菜挺辣的。行了行了，尝尝妈妈做的洗洗碗的。也和李姑爷的。稍微有点咸哈。妈妈不是。嗯，有点咸。哇。我辣椒真辣，哇、哦，辣死我了！明让你多吃点。我尝两块吃辣椒。辣嗓子。尝辣椒。梅菜扣肉。我刚吃了块肥，一块瘦。嗯，这个味儿好。好像都是肥的。对。有点汤。不走不花劲，尝呗。大姨夫，那咱还喝，那咱还一碗，跟娘跟娘一碗。那把胡桃盐一口咋办去？他也该喝胡桃盐一口。我说我对不对了？不能干了。你那吃饭也瘦，你这是。不留大鱼。这人啊，大棒骨、啊嗯。煮了。给我的可以不得，我给他点的多的。不了，你说演什么？你是演？你可别让兄弟他真好看。又不是，这是吗？就玩这吧，真好看，上蘑菇上。那也跟大蘑菇。这是吗？香芋包。我得尝尝。粘豆包。紫薯包。这是粘豆包。这四个是紫薯包。尝尝。我要尝尝粘豆包。迷糊了，挺好看的，就得尝尝。我真的吃不吃？我也想这个。你一边吧。来。嗯，哎呀，真圆红。你一把，你吃过？真不错。你那大姨过年还会包粽子，把包你说话发出去。就八月呢。啊。我和你一块包。嗯，对。有面哈。没见吗？真不是的。真的。一个一个吗？谁谈谈？我的。你是有梦想。挂上个。包出哈，包出。我不给他。真的唱沟通绝死了。今天中午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但是今天做的素菜偏多一点，因为现在都吃不动肉菜了。上的肉菜大家都不吃，光吃那个凉拌的大白菜啥的了。我也是吃了好几碗大白菜，以后过年就得多买点素菜，少买点大鱼大肉。